政府進行稅率前即提出立法會填補機制，林局長毫不掩飾，指該建議乃為抱住變相供求，堵塞所謂法律漏洞，只得算法可謂差異。基本法並未禁止供求，根據普通法原則，除明文禁止以外之行為，一切行為乃屬合法，因此變相供求並未違反基本法。打算打門接法律漏洞呢？林局長起飛宣布將以民意乃屬違法律漏洞，有禁止之必要，是其一。再者，基本法乃香港之憲法，為憲法所監督者乃特區政府，為特區政府策動之正式公投方為違法，而違法者實為特區政府，而非倡議者，更非人民。此外，民意於選舉後至議員出缺前，民意在變，候選人之身體狀況亦在變，誰又料得劉慧卿議員骨頭一年間嚴重軟化呢？林局長更狡辯，稱此建議乃參考歐洲如德國及波蘭之制度，可收保護市政黨之效，此可反映選民之意願。歐洲並非已獲得最大員額數即得票候選議員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出選，因為你哋嗰個建議實在太過難喺中國嚟講。二是政黨或競選團隊次位所填補，林局長對政制之認識可謂淺薄。比例代表制之下，投票人所授權者為競選團隊，而非團隊首位，只係順應民意之舉，卻能保護所謂小政黨，實質容許民望低之政黨上位，即立法會及區議會最大政黨民建聯。即我講緊你民望低，你非更歪曲民意。此外，填補者乃政黨或競選團隊次位所填補，亦非林局長參考之歐洲議會之全貌。面上公投投票率低，是否浪費公帑？非也。此次運動造就一大班關心民政治之年輕人，喚醒大部分成年人更重燃火紅年代壯年人當年之熱情。半年來，香港人急速成長，每人只翻20元。